咱厝的敢搁有玉笋，还是啥物罐头，拢有啊。这个这个嘞。啦啦啦啦啦。上次你又不吃，一个自己讲给一包饼，讲那个敢吃，好像一开始只是要来买多多你不要吃这款起司的呀，可乐果很好吃啊，可乐果就是台湾人的饼干耶，这是什么虾条泡菜风味，浪味鲜，热排口味，这都是新的。秋欢贝可乐果，虾味鲜，对呀、啊。买包装。啊？怎么样买这个？那个是我的。那个是妈妈的。我选一包。